我的心会慢。我们等一下下啊。大家可以打开一下这一个，我 attach 上去的那个 file 先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一篇先啊，OK？等下我要讨论一下这一篇，然后今天我要写一点东西。你可以看着去写啊，我们等多一分钟这样。安静。
OK，好了，来大家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啊，全部人，everybody 在吗？OK，看到心仪，其他人呢？OK，Andy 啊，恩彤、阿俊、嘉靖在吗？阿俊还有嘉靖在吗？在吗？OK。阿俊，君，阿俊，回来有跟我讲阿俊啊。OK，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今天用这另外一架电脑啊，还有一点比较小不方便，所以我会用这一个来开。你应该也是看得到，看不到的话跟我讲。OK，所以今天我要看两篇作文，有一点点关系的。有一篇我要你写的，OK，所以他讲呢，这个是directed article，要给一点东西啦啊，OK，you are concerned over the implications and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of the haze，这一个是在讲 haze 的，所以你没有 print 出来的话不要紧，OK，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字眼还是什么啊写在一边啊，掩埋啊，haze，掩埋烟雾啊，那个，诶，这里没有掩埋的，烟。My OK 啊，right，所以他讲你有点担心，小担心这样啦，concern 就是担心来的，哈，over the implications 是后果，OK 影响都叫 implications 影响了哈，啊会带来什么影响？还有呢，long term health effects 长期的这一个健康的这个影响了哈，带来掩埋所带来的影响。Write an article to the local newspaper。所以现在我们要写一篇文章啊，文章。OK，文章就讲你要有题目，你要有名字，作者名字这样。OK，write an article to the local newspaper，写去报章了。Expressing your concern based on all the notes below。所以你要表达，express 是表达，表达你的。啊，你的文章呢要发表啊，你的担心 concern 嘛，看到吗？担心，OK。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先讲，因为每次掩埋都不一样原因啦。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掩埋在马来西亚通常都是同个原因，就是有邻国烧那个森林嘛，对不对啊？你也是可以写，OK，the reasons behind the haze，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你也是可以写。Role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这样的话呢，政府还有社会扮演什么角色？Role 就是角色。OK，steps that can be taken，我们可以采取什么举动、什么行动啊？因为它很广泛啊，这个题目，它就讲哦，关系到这一个掩埋所带来的影响，然后其他东西也可以写的。你讲因此呢，带来很多影响吗？是不是因此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些举动，这样也是可以。OK，give relevant examples of，说你要给很多例子啦，哈，有关相关例子，relevant 就是相关的例子啊，关于 health complication 健康问题，complication 就是一些问题，哈，measures 是方法来的，是吗？嗯，方法来的，roles of government and individuals 角色，政府啊，还有我们个人可以所扮演的角色，OK。Right. When writing the article, you should remember to lay out the letter carefully. 啊，你要写好那一个 format 咯，还意思，这不是信啊，这个只是因为你要寄给那个包长了啊，他讲 letter，但是这不是信件啊，这是 article. To use paragraphs，你要分段啊。Your letter is to the press，这是给媒体的，包长的，你要注意。OK，好了，大家，我们往下看看一个 example，所以要有题目。哈，你的作者名字写这边也可以的嘞，by 开了叉，可以的。啊，这里呢，他写的是在后面，你看到吗？阿曼哈伦宾哈逊，他写在后面也可以。总之，article 的 format 就是啊，有题目，有作者名就 OK 了。article 也可以完全什么都不用的嘞。如果你看到是比较正统的啦，比较正式的，比如说是写给报章啊。写给杂志啊，哦，写来刊登的啊，这些文章啊，你就写正统一点呢，就是讲
正式一点啦，有题目有作者名这样咯。OK， 我们一起来看啊，烟霾啊 ，OK， 大家 ready 吗？一样啊，做你的小册子，把 haze 个题目，今天我们还会做到 pollution 这个题目，把它写在一面，把它放在一页，你的小册子的那一页。OK， 因为 pollution 啊、haze 啊这些啊，有一些字眼只是专用在这个主题的，我们可以使用到的啊，所以记录一下 ，OK 啊，可以吗？给啊，来 ，the haze is a constant phenomenon，constant 就是一直有的 ，OK， 一个定期的啊，一直有的啦哈、啊，常有的的一个现象 ，phenomenon 是现象啊 ，OK， 啊 ，faced by Malaysia and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马来西亚每次要面对的，还有我们这个 Malaysia， 它用女生的这个叫什么代词来代替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啊，也可以的啦。还有或者是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我觉得比较好啦。啊，如果你不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用 its。还有它的邻国 neighboring country 是邻国啊，大家包括新加坡、印尼、泰国啊，这些是邻国啦。OK。The haze is basically pollution of atmosphere. 所以他讲哦，这个 haze 啊，烟霾呢，基本上是污染来的 ，pollution 是污染，对吗 ？Of the atmosphere, atmosphere 是空气啦，大气层啊，大气层的污染，大气层啊 ，which is clogged with pollutants.就是充满着，他讲阻塞 ，clog 是阻塞，我不要写，但是他的意思是充满着污染物 ，pollutant 是污染物。大家等下你要用到的啊，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字 pollution， 一个字罢了啊。今天我给的题目是一个字，你可以写任何东西，你可以随意的发表，但是有关系到的字眼，你现在最好记录起来先。比如说 pollutants 污染物。OK， 啊，空气中的灰尘那些全部是叫 pollutants， 水里面倒进水的东西，肮脏的、污染的也是叫 pollutants。OK， 所以呢，他讲我们大气层充满这污染物 ，and other substances from forest fires， 还有其他的这一个元素啊 ，substance 东西啊，材料，给材质，不是啦，东西啦哈，物质，其他的物质啊。从森林大火来的空气污染，你可能也可以用到 forest fire， 森林大火啊。OK， 有什么需要记录下来啊？因为我会一直擦掉这个，因为我要往上移动。OK，the、okay. haze is a direct effect of forest fire。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烟霾呢，哎，那个原因是什么？它是一个直接的影响来的啊 ，of forest fire in Kalimantan， 在 Kalimantan 就是印尼啊的这个森林大火啦 ，and other parts of Indonesia， 还有这个印尼呢其他的部分啊 ，due to slash and burn method of farming， 因为 due to 就是因为啊，或者是因为它导致了，因为啊 ，can slash 就是这样斩 ，can。然后烧的方法 ，slash and burn method 啊 ，of farming， 因为他们的给他们的农业的，所以他们哦很喜欢砍了烧掉，然后开发土地种东西 ，farming 啊 ，OK， 我擦掉一下，往上移动了啊，你需要写的东西你写先，来不及快点讲啊 ，OK。来不及跟我讲，我可以 undo 的、啊、，OK，OK，、okay? okay, 接着他讲 ，The Indonesian authorities 是 Bihar Berkuasa， 知道 Bihar Berkuasa 吗？有关当局，记起来呀、啊，你等下的题目是关系到 pollution， 有可能你可以用到这个字啦 ，authorities， 哈 ，the authorities。有点大，我这样弄小点呢。这个哦，可以的。
你这个，OK，the Indonesian authorities appear to have no power to control，看起来 appear to 就是看起来呀、啊，看来他们是没有 power 去控制的，OK，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这个power 权利啊去控制这些农夫啊 farmers from practicing such methods。就是他们使用这样的方法，OK，practice、okay? 啊，在这里是使用咯，使用这类的，哎，的方法，method 是方法，OK，methods 是方法。Okay, the haze is further worsened by open burning practice. Open burning. 所、so, 以这个烟霾啊，更加 further 是更加的糟糕因为呢，这个开放式的燃烧啊，practiced by most Malaysians，马来西亚很多人会做这个 open burning, pembakaran terbuka. Okay, open field burning of rice straw. 那个。稻米啊，那个稻啊，他打了米出来过后，剩余的东西，那个叫 rice straw，哈，他们直接在那边烧掉哦。By the rice planters，那些种稻米的人啊，and open burning of dried leaves，然后还有他们会烧那个干叶子，对吗？And garbage，还有垃圾，done by the public，这个是大众做的，are a few examples，这就是几个例子啦。OK，这个我要割掉啊。Done by Malaysian。OK，就是几个马来西亚人所做的这个污染环境的例子了。OK，污染空气。Many are ignorant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open burning。很多人呢，这个 many 就是很多人了，你不用写 many people，你要写 many people 也是可以啦，many 罢了也是可以。Many are ignorant，ignorant 是很无知、不理会的，这个我们叫无知啊。OK，ignorant 不理，无知不理的很无知的啊，他就是不理会这一个open burning 呢的这个健康的影响啊，对健康带来影响，对吗？他们都是不理的。OK，during the haze 在烟霾来的当儿呢，hospitals and clinic 那些医院啊，clinic 啊。Often report a dramatic increase in respiratory problems。他们会常常就是那个时候啦，就会常常报道出这个道这个道理错了，会常常报道出来啊。OK，就是有很极度的极端的 dramatic，就是很够力的哈的增加。OK，in respiratory problems 就是呼吸的问题呀、lung infections 或者是肺部感染，大家等下也可以用啊。记得啊，刚才我讲，等下的题目是 pollution 污染。说污染的话，你可以写各种的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还有各种的污染都可以。哦，如果你讲到空气污染，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些疾病啊？respiratory problems。Lung infections, asthma attack, asthma 就是，谁哈？哮喘，哦，哮喘spelling 好了呀，它有 trap 的哈，OK，asthma attack，OK，the air pollution index API，说、这个是一个数字来的，如果数字高带那个数字低。低啊，好像是代表它很污染。OK，air pollution 高了，代表污染。Usually indicates 显示所以通常呢，这一个数据会显示 the hazardous and dangerous levels of pollution during this period。它会显示出是很危险的 hazardous 一样啦，hazardous dangerous level 显示出危险水平了哈在这段时间内，所以就是讲有烟霾的时候。空气污染是在危险的水平的，OK，在这段期间，period 是期间，OK，the haze has long-term side effects，它会有长期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是副作用啊。OK， 我写一写啊，副作用是不是这样写 ？OK， 两个字啊 ，side effect 是副作用啊。Prolonged inhalation of polluted air 啊 ，prolonged 就是长时间的吸入 ，inhalation 是吸入这个污染的空气啊 ，polluted air will result in 会导致 result in， 等下你也是可以用啊，将会导致 will result in serious lung infection 严重的肺部感染。Which particularly affects the elderly， 尤其啊，他讲尤其会影响那些老人家 ，elderly 老人家你也可以用。所以等下呢 ，pollution， 我鼓励你用这些东西啊，你不要照一模一样的抄，但是啊，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写 ，OK， 你可以参考。Okay， 我什么一下 ？clear 了啊！你给多你十秒钟，要写的写啊。OK， 来不及讲啊，晚读啊，有没有在写？你有没有在记录你想要用到的字？等一下，记录一下啊！你等一下想要用到的字啊，我不会给太多的帮忙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资料给你的。等一下，你就是写关于 pollution 吧，我要一小段。OK， 继续啊。The government 现在还在写，哎，这里应该要空两格的，没有空到。OK， 他接下来是在写能够做的事情了，所以 the government。Must play its role， 要扮演它的角色。OK，play its role 是扮演角色，扮演好 ，play 啊，它的角色。啊 ，to reduce the haze trap， 这个要改一下，这个像我错的这个。啊，减少这个掩埋所带来的威胁。其实 threat 是威胁、危害这样的意思啦。It has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donesian authorities.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要用 it 不要紧，你用回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has to cooperate 就是合作啦。With the Indonesian authorities， 我叫你等下可以 try 用啊，有关当局啊，跟印尼的有关当局就是合作。To stamp out forest fires 啊，就是去清掉那一个这个 forest fire 咯，哦，这个森林大火咯，对吗 ？OK 啊，扑灭啊，它叫扑灭森林大火。OK，the culprits must be brought to justice。大家 ，culprit 是导致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啊，我们叫。你们短一点啊，犯人罪犯 ，OK， 罪犯犯人啊 ，culprit 啊，罪魁祸首，我们叫罪魁祸首。真正啊 ，culprit 的意思，你写犯人也是可以。So the culprits must be brought to justice. Brought to justice 就是要得到应有的惩罚。哈 ，justice 是公平公正，他要被带到公平公正前。意思就是要得到应有的惩罚啊，这个没有华语了 ，OK？ 华语就是得到应有的惩罚了。惩罚。可是，他这一句不是惩罚 ，justice 是公平啊，要带来公平公正，就是他应该要带到公平公正面前讲，就是要得到应有惩罚咯 ，OK？ Either through healthy fine or prison sentence 要么就是通过这一个罚款，要么就是通过坐牢啊 prison 啊坐牢的这一个惩罚 sentence 是惩罚 ，OK， constant vigilance 啊 vigilance 是他犯那个罪啊哈，
他的哦，或者是我们讲啊，警觉一定要有定时的警觉，应该讲 OK，警觉啊，vigilance 啊，这个 constant 就是一定长期的、长时间的、长期的啊，就是一直都要有这个警觉啊，才可以保证 ensure 啊，保证 perpetrators 这些罪犯啊，这些罪魁祸首啊。犯罪者啦，do not repeat their offense，他们不会重复他们的这个罪，他们的罪案，OK，offense 法违法的行为。是他们的 offense，OK，违法的行为。写啊，看有什么字有用到。选来写一下，OK，接着，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aise public awareness，OK，这个标的，raise public awareness，提起大众的警觉，raise 啊，提起，啊，大众的 awareness 是警觉，或者是就是一个意识啦，啊，要提起大众的意识，of the dangers of forest fire。关于这一个森林大火的危险呢，OK，continuous campaign of the cause 就是一直要持续的做活动了，campaign 就是活动啊，of the cause solutions，还有就是关于它的原因啊，它的 solution 它的解决方法，and steps need to be taken，还有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啊，这些就一直要放在 campaign 里面教育大众，OK，to reduce the haze。啊，就是有什么 steps need to be taken to reduce the haze，采取什么行动来减少掩埋，这些东西 need to be promoted 啊，一定要提倡。他讲啊，在这个campaign 里面咯，OK，我们要宣扬宣传，需要宣传出去啊，宣传。Through all types of social media，在各种的这个媒介，对吗？啊，社交媒体啦，比如说电视、radio、newspaper and even via internet 啊，甚至是通过 via 是通过啊，通过这个网络啦。OK，the authorities should also provide assistance 协助啊，帮助啊，也应该要给予协助，提供协助啊，provide 啊，to farmers。And introduce more sophisticated forest clearing methods。然后呢，要介绍更多的这个比较好的方法。Sophisticated 啊，就是讲比较好的。我写好啊，其实还有很多意思啊。好一点的清除森林的方法，就是不要用燃烧，用其他的方法，这样咯。OK。Okay, 你写一写先啊，10秒钟我才差啊，我给多10秒钟这样。看有什么需要用到的字，记起来，写下来，等下你要用到。OK，我擦掉啊，再来，来不及跟我讲啊，最后了，哈，In Malaysia。Strict laws 在马来西亚呢，我们要有严格的法律啊，must be imposed，要去进行，要去，我们叫你刮痧干啊，知道吗？OK，进行啦，进行，运用也是可以，去。强制啊，对呀、啊，我们叫强制，去用的意思啊，强制，你刮痧干啊，OK，要强制，to penalize 是惩罚啊，惩罚啊，those who practice open burning，那些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些 open burning 的人啊，ongoing campaigns 那些持续的活动啊，ongoing 是持续的。持续的活动呢，on the dangers of open burning should be intensified，要再强加强，intensify 是加强，OK？
价钱的啊。Individuals too have a role to play. 然后个人，每个人那就是讲个人啊，每个人啊也有角色需要扮演的。They must participate in every campaign. 他们要参与这些活动啊 ，and stop burning. 然后不再燃烧了。Students can advise their parents. 学生可以怎样呢？可以劝他们的父母 not to practice open burning.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多就是这个父母他们燃烧垃圾，然后学生学到了，因为父母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的，啊，是学生学到这个 practice s， 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哈 ，T I S E 动词。哦，就是去做那件事情，这个是名词啊。好像现在我在给你的是一份 practice， 两份 practice， OK， 三件事情就是 practice， 这个是名词来的，有差别的啊。OK， 动词的话 se， 名词的话 ce。OK， every individual has to remember。每一个人都要记得 that we do not own the world。 等下你可以用啊，来全部人注意，全部人注意啊，等下你的作文是关于 pollution， 所以呢最后你也是可以用这个 OK， 我会让你抄的啊，但是你不要完全整篇照抄还是怎样啦，你抄什么东西都可以，或者是你拿几篇不一样的混在一起我也接受，我不要你全部从同一个地方抄来啊，这样的话就是在抄书啊，没有，哎呀，哎，我小学最讨厌抄书，我跟你讲，我小学抄书啊，还有那什么写生字啊，因为很懒惰做嘛，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OK， 写生字可能有点意义啦，因为要练习的嘛 ，OK， 抄书我觉得我是很讨厌的，然后就很丑啊，那个字老是掉在我的衣服，叫我去走校园，因为太丑了那个字 ，OK， 所以不要抄书，不要抄书，我自己也是不赞成的，我觉得很显那个东西 OK， 所以大家看一下，你可以拼凑，至少你有想过，你知道吗？你有想过你要用哪一个句子、哦、你可以拼凑，你可以使用一些借用它的开头啊结尾 OK， 没有问题，不要整篇抄啊 OK 啊 OK， 所以每个人都要记得 that we do not own the world， 你记得这一句啊， we do not own the world， 我们不拥有这个世界啊， own 是拥有，就讲这世界不属于我们的、啊、But instead 是而是 We lent it from our future generation， 我们是借的你知道吗 OK， We borrow 啦、sorry 有点问题啊这个 We borrow OK， We borrowed it from our future generations，我们是跟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借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我们是跟下一代借的，不是我们的。所以 we must protect our world so that our grandchildren would have a healthy earth to live on. To live on 啊，两个字来的，你跟他分一下这个。In 也是可以，其实在这里。To live on.OK， 所以等下你可以用这个，我觉得你要用是可以用、哦、我要讲一下借啊 OK， lend to borrow from， 记得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如果你不记得 lend 还有 borrow 怎样用啊， lend to borrow 是 from 的，可以吗？借给人家 lend to， borrow from 是给人家借 OK。现在我要你做的东西是这样啊，六分钟左右，我带着你一起做先。我们要做的题目呢是 pollution， 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写。你先给我讲一讲，我们可以写模型来。我抬不到字啊、哦，可以抬到。你给我讲一讲，我们可以写模 pollution 的题目。只有一个字啊。题目只有一个字 pollution， 你可以任意的发挥。如果是这样的话啦，你的整篇你会讲计划 OK， 君讲我们可以写 water pollution， 我还可以写什么东西 air pollution，
看看啊，啊，sound pollution 也可以，确实啊，也是啦啊，sound pollution 也是可以。如果你要啦啊，有时我们会归类 sound pollution 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点点，不过它确实也是 pollution，因为我们开发这个地球啊，就是产生很多噪音，这个也是来的。OK，你要不要写都 OK？还有吗哈？Land pollution 垃圾，OK，或者是你只写这两种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我们来 Google 一下，因为现在我要你翻，因为我们在 online class，我就是要你好好的运用你所有的资源，我们要看多一点 pollution essay，OK，pollution in Malaysia，我们好好运用一下一些资源啊，OK，哇，我们，诶，有点钱呢。全世界我们排第50名哎，你看啊，这种资讯啊，你要用也是可以的啊。你可以用在其中一句，比如说开头，In 2019，逗号，Malaysia came in ranked 50th place amongst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啊in pollution 这样咯，哈，OK，就是。其中一就排名前50名。OK，what kind of pollution is in Malaysia? Three main categories are air pollution due to exhaust gas from mobile emission. Mobile 就是交通工具，车啊、motor 啊这些啊的释放出来的空气，所以 air pollution 它的来源是这样啦。所以你用 such as，比如说 motor vehicles 啊。它讲主要是在城市地区啦，OK，haze caused by the weather and for 还有 forest fires in neighboring Indonesia，还有什么啊？哦，这些全部是 air pollution 哦，他讲到的。所以我们 air pollution 有三个原因啊，你看到吗？你都可以用的。这个是 industrial activities 啊，工厂。OK，我们再找一下有什么可以用的哈。所以我们直接有一个资料可以用，real time air quality index 啊。不要看这个。Types of pollution in Malaysia. Maybe 这个，诶，这是什么？Chapter One，这么有 chapter 的啊？这是 essay 来的。我想要看不是 essay 的啊，我们可以找一找啊，还是用这种图表也 OK。如果你只是写 air pollution 也可以啊，因为我给的题目是一个字的。OK。哎哎，玩到什么东西？你看啊，如果这个 link 好的话，等下我就给你用。哇，这个是，哦，这个是人啊，他写的，不要，这个是 essay 的，我又不想用。Pollution in Malaysia，下。等下你可以找一找啊，OK 啊，因为我现在在跟你讨论是有什么 idea 可以用，OK，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题目是很开放的，你可以写关于 air pollution，关于 water pollution。过后，如果是长篇作文350个字啊，你也可以写我们可以做什么，所有东西都可以写下去，你知道吗？政府扮演什么角色？OK，society，我们拿人民扮演什么角色，也是可以。OK，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些数据，不要看看啊。等下你找一找一些资料先，OK？我们三点，哎，等下啊，还有，OK，4:30他跳，4:40你回来，你去找一找看有什么网页可以用，我们回来哦，一起看，OK？可能我要你写的是很少罢了的，我要看多一点资讯，主要。知道吗？新闻也可以。如果你找到一些新闻啊，还有资料啊，也是可以找关于这个 pollution 的东西的资料啊。OK，图片也可以，因为给我看到很多图片。哎呀，按到。
知道吗？你去找一找先啦。我们4:40见，你不要急着写先，我还没有跟你讲你要写多少个字，对不对？OK 啊，4:40见。